七加七，像我看那个路径又改成七加七。我跟你讲，那就是这样嘛哦。这就是一开始是什么？本来是十四天嘛，后来变十加四了，又变七加七嘛哦。我也不想再讲，有时候这整死人。我跟你讲哦，我知道昨天整个旅馆全部在重订，因为大家本来我跟你讲旅馆本来大家都订嘛，对不对？哦，现在本来十四天，后来十加四，大家都调整一次，现在七加七，所有的旅馆也重新再那个要那个是吧？订房间都在重新调整嘛。最惨的是什么呢？我看大家航班也在调整，所以这是整死人了，对不对？像怎么看呢？陈时中，他昨天又有流出这个喝酒唱歌的影片，有人在说指挥官这样带头是不是不吃饭？哦，那是个人行为啦，这个人行为我们就不算公共政策。所以会觉得这是自家人流出来吗？因为现在有这样阴谋论。哎，我来讲哦，这是无外代志，这公共政策可以辩论的，私人行为。我想那是他个人私人行为吧。郭启一，你要看你怎么看？郭启一，你要看。